政治课题方面，国盟早前拒绝了斗士党连成一线的要求。一党署理主席拿多斯里端尼布拉辛解释，他们不想在六州选举前打乱国盟内部的议席分配。端尼布拉辛接受自由今日大马访问时指出，如果国盟在州选前夕纳入新的成员党，这将会影响内部进行的议席谈判进程。他认为斗士党目前已经失去价值，不但难以为一党的穆斯林大团结议程贡献，同时还在上届大选全军覆没，在多个参选议席更是失去了按贵金。只不过端尼布拉辛也给出了一个折中方案，那就是解散斗士党，让有关党员转投一党或土团党麾下，以免有太多小党影响国盟整体运作。